么我们这个 MC 奖就是谁是团里真正的旱鸭子，我还有谁是我觉得谁是那种游泳高手，我反正我不是，我旱鸭子不会游泳的人，而且我还是那种就是弄了游泳圈之后游半天也游不动的那种，就是手都已经在水里都快断掉都游不动，因为好像是人太小浮力太少了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是游半天都游不动在原地，人家很尴尬的看着我，就是跟我一样就下水就沉，对不对？不是沉，就是因为有游泳圈嘛，你是太胖了才沉。太胖了。你觉得我会游泳吗？不会。会，像你这种胆小鬼肯定是不会。我会游的，我会游2米。这算是会了吧。不错了不错了，对我来说很不错了，对吧？不错了对吧？你确定没有用泳圈之类的？没有，我游2米之后，有一次我跟朋友去一个深水区吧，好像是1.7米来着，然后我流都去1.5米的那种，然后我都不敢去。你有1.5米吗？我有。哎，我会游。你到底会不会游？我会，下一次我可以带你游泳。死不了，算了算了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不要不要。那么，我觉得我下泳池就可以把泳池的水都喝完了。喝完吗？其实小军应该是会游泳的才对，他又不是人类，对吧？你说我用飘的吗？他是一直。那我只是会水上飘而已，不会游泳。不是，小军，你不是一直都住在井里的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说出来不太好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胆子蛮大的，就是我怕的话，我不会想去的。我特别害怕那种深不见底的水，我就会觉得有人抓住我的脚。有深不见底的泳池吗？有。有吗？有。1.6米你没有去过吧？你都去的儿童区吧？1.7米不是见到底了吗？不是，小鞠，我们一般的那种1.6米你就已经不能去了。对，已经见不到底了。嗯，然后小鞠，我们结束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在一个池子里面玩耍，我们不能愉快的玩耍了。对，我们还是结束一个悲伤的话题好吗？那我们请后面小伙伴出来吧。